江蚕和茯苓何用有毒？关着枕中用药，这脉案中既无一次记载。你是何居心？只要再过上两日，但凡是金罗大仙下凡，也无力回天了。只要他们找不到小六，我们便可按兵不动。那奴婢一定会尽全力，找到六皇子的下落。你这是手指印吗？ 是有人要掐死你吗？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，要是夫人们问起来，就算是我新买的小厮。好，这件事情不寻常，只怕得报官。倒是有一个地方比官府更合适，哪里？裴隐忍抓小乞丐，而且还只抓男孩，说没了就没了。今日仍旧有失踪的乞丐，无论对方是谁，他们多半也没找到六皇子。可他们找六殿下干嘛呢？ 恐怕是有六皇子自己知道的。这五日擂台足以叫唐七楼名扬青州。白掌柜可有打好算盘吗？不如就叫他更热闹些。你我俩家当场摆擂。是是是，这就是。花大姑娘，你快请。好，成了。跟踪了。 谁？谢王那个亲信。王爷，有那孩子的消息了，一个脖子上有伤的孩子，那也上了花家的马车。这可真是太巧了，你用马车带走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他人在何处？那是我胞弟花伯林，不知殿下找他是何事。今日要等擂台比赛完才能上菜，二位贵客恐怕一时半会是吃不上。那便比试着吧。 你好好想想该如何答复我。今日他不会跟你走的，他是我的内眷。献王是冲冠家去的，你怕连累我，害我丢了性命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可以保护自己，也能护住别人。要是再有下一次，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你。不会有下次了。 不要以为你我都姓顾，便是一般贵贱。说什么呢？乱臣贼子。如今他还有一口气，你可想过来日？陛下怎么样？恐怕撑不过今日了。哈哈哈哈！我等着你来给我叩头谢罪。头，花烛光人让我给烧香。 这样的呀，这样的。雪儿，你家没了，该怎么办？